想找个地方，可以减少许多，吃到胃爆炸。我有一种感觉，这种 feel 很干脆，买好机票，然后马上就出发。中午坐上飞机，随便睡个午觉，午觉还没睡完，香港就到啦。这时候要干嘛？当然要下午茶，奶茶加上蛋挞，感觉有够好。来香港，一起吃喝玩乐，来香港，怎么逛都快乐，心情好到想要放烟火。嘴有多尖，来了就知道。我是刷屏探长，刷卡绝不手软，大包小包全部关到行李箱。来香港，一起吃喝玩乐，来香港，怎么逛都快乐，心情好到想要放烟火。我想找个地方，可以减少许多，吃到胃爆炸。我有一种感觉，这种 feel 很干脆，买好机票，然后马上就出发。中午坐上飞机，随便睡个午觉，午觉还没睡完，香港就到啦。这时候要干嘛？当然要下午茶，奶茶加上蛋挞，感觉有够好。